大家好，我是爱折腾爱分享的 Achair， 这个视频继续和各位分享这台装有英特尔 9260AC 无线网卡的台式机，放在桌子底下桌面下，如何提高它的 WiFi 速度和稳定性。上集介绍了一个方法，那就是天线的延长线，这集再介绍两个是关于路由器的。虽然买了天线延长线，但是还没收到，不知道效果怎么样，但我感觉光有这个延长线是不够的，还得继续折腾思考和尝试。在折腾期间无意发现了几个现象。第一，台式机放在桌面下，待机的时候网络连接的速度是 866兆bps， 从局域网的网盘 NS 网盘复制一个 30GB 的电影到台式机的固态硬盘，这时连接速度变成了 500兆bps，有时候会变成300兆bps， 复制文件的速度是每秒40兆以上，有时候复制文件的速度会降到每秒20到30兆。那么至于什么时候变成每秒20兆，什么时候每秒40兆，这个不好说，我也不知道导致这个速度变化的原因是什么，再次证明了信号是玄学。还有个现象是我在复制文件的时候，我又打开了那款 WiFi 的分析软件，这时复制文件的速度突然变慢，这说明 WiFi 分析软件它抢断了 9260AC 无线网卡的网络资源，可见复制文件这个任务的级别并不高，容易被别人抢断。第三个现象，我的音乐 APE 和 MP3 是存放到局域网的 NS 网盘里，我发现在听歌的时候会导致复制文件速度变慢甚至卡顿，怎么连个听歌的软件都那么能抢资源，复制文件这个进程任务级别就这么低吗？我用的这款听歌软件比较小众，不是 FUBAR 占用资源比较低，但界面有点审美疲劳，我换了一个开源软件。以前在用这款音乐播放器时经常出现断断续续的问题，估计是软件 bug， 因为用 FUBAR 听 NS 网盘里的音乐没出现过这种问题。当时我以为是音乐播放器设置的问题，我在设置界面看到了有一个关于网络延迟的设置，这个延迟调低了就不会出现播放卡顿了，听个歌还卡顿，哎，没想到这个设置会占用大量的 5G WiFi 资源，导致复制文件速度变慢。于是又把音乐播放器这个网络延迟调回了默认值，后来干脆放弃了这款音乐播放器，还是老老实实的用 FUBAR。 通过以上的现象，我推导出一个结论，这个结论我是这么得出的，我看了一个国外的测试，也是 9260AC 网卡，它的下载速度能达到每秒钟190兆，相当于是1500兆bps，它应该用的是160兆赫兹的路由器，我的路由器是80兆赫兹，每秒能到80兆就算 OK 了。上次和大家分享的那个近距离测试，每秒钟是70兆，就算是极限了。第二，如果是远距离，放在桌子底下测试，复制文件的速度是波动的，一会儿上去，一会儿又下来，比如每秒钟47到59之间波动，平均在每秒钟54兆。偶尔也会降到20多兆，估计是其他应用占用网络导致的。我这台台式机里运行的应用程序，只要和网络相关的都会占用，或者叫拆分这个每秒钟50兆的总速度。台式机是这样的，路由器估计也是这样的。华硕 86U 的路由器是双频的，2.4G 和 5G。我以前设置的是双频合一，但是连接的设备几乎用的都是 5G WiFi。2.4G 频段长时间闲置，虽然 86U 路由器它支持4x4的 MIMO， 但是技术好不如占用数量少。我的解决方案是让手机和 iPad 这种设备使用 2.4G 的 WiFi， 像苹果 MacBook Pro 和台式机使用 5G 的 WiFi， 这样可以从物理层面减少对路由器 5G WiFi 的请求。手机换成 2.4G WiFi 之后还有个意外收获，那就是微信朋友圈，打开视频不再卡顿了，加载速度和反应也快了。
由此可见，以前 5G WiFi 看来很累啊。虽然 2.4G 的 WiFi 速度不如 5G WiFi， 但是手机应用的下载量并不大，我平时不玩游戏，很少看到每秒钟超过一兆的请求，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低于 500K 每秒。另外 2.4G 的穿墙能力比 5G 强，但是华硕 86U 2.4G 会经常断流，我也发现了，有时候看视频得多等一会儿，出现几率并不大。路由器的温度也可以做参考， 2.4G 56度， 5G 是59度， CPU 是72度。 2.4G 就算不用它，它也会一直发热，不用就太浪费了。虽然路由器的双频合一看上去很智能，但是实际上还是手动更方便一些，更实用一些。下面再给大家介绍一个经验，我在用 Windows 10的那款 WiFi 分析软件的时候，发现周边环境的 2.4G WiFi 非常多，不同的信道都有很多个 WiFi 信号，这也是没办法的，楼上楼下前后左右都有 WiFi 信号， 2.4G 的穿透力又那么强，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些 2.4G 的 WiFi。 我又通过这款软件看了一下 5G 频段， 5G 频段的 WiFi 信号要好得多，一共能看到两个，因为 5G WiFi 的穿墙能力很弱，周围邻居家的 5G 信号很难穿过来。开始的时候，我让路由器自动选择信道， 5G 的信道。通过这款分析软件，我看到了我的路由器 5G WiFi 的信道和我能看到的另一个 5G WiFi 的信道挨得很近，于是我手动更改了我的信道，两个信道距离远一些，避免相互干扰，可以提高网络的稳定性和速度。折腾 9260AC 网卡的内容，没想到说了9集，下集是总结，那么下集再见。